都说大爱无疆，在当下的武汉疫情中，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一点。前不久，贾斯汀·比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给武汉捐款20万。不仅如此，比伯还特意录制了视频为武汉加油打气。说起来，比伯这次了解到武汉疫情，还是通过好友吴亦凡得知的。当然，给武汉捐款的外国明星比伯并不是第一个。早在1月31日，十一号二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为武汉疫区捐赠的13万只口罩，让无数网友为他点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因系与中国结缘，娶了一个重庆老婆，并且他还让自己的女儿加入了中国国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很爱中国。而此次竭力的捐献口罩，也是这份爱的原动力。韩星邱思炫，他很早就通过韩红的慈善基金会捐献。除了邱思炫，另一位韩国艺人便是金在中。这一次武汉疫情中，他发现自己的粉丝们都在准备买口罩捐献给中国，于是在第一时间就通过自己的粉丝会捐赠了1000万韩元，用于购买口罩支援武汉。